哦，因为下午呢做了一个拜登那个，因为拜登呢提出一个建议，后来那个我那个手机那个录像机没有电了，所以呢只录了一半，后边我讲了半天，结果。因为当中有个打断的插曲，不完整，显得比较凌乱。但是呢，我的今天这个构思呢，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今天我这个讲话呢，主要是跟拜登讲，也是感谢，美国民主党，就是我这个是，就是我把我这个简单的历史啊。和民主党的打交道的简单历史几个大的事件，来谈一下啊。第一个啊，就我这个呢，我为什么说实践出真知嘛？实践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就没有这个天花板。华为这个。这个总经理，这个孟晚舟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很对。你看这个，你包括这个实践啊，社会，你学习跟美国这个打交道这个实践，我是怎么样的？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说，我说我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个实践出真知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批判的那个唯一标准。我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我在中国大陆，我对马克思主义像神一样的迷信，是对毛主席的话是像神一样的。但我现在不是这么想，因为经过社会实践，这个人啊。是不可靠的。共产党这个是理论上来讲啊，因为经过实践检验，也是很大的地方存在的缺陷，形而上学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呢，将来呢，共产党也需要自我革命，就是入了党，成立100周年了，也需要。那个自我革命，而且未来的是不是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来讲是不可靠的？你一些把共产党宣言概括为一句话“造反有理”，还有一句话叫做“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一句话叫做“消灭私有制”，目的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概括了这一个就消灭私有制，于是就干。社会主义，一是就干革命，一切东西都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斗争哲学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和谐社会当中，这个是是值得讨论的。如果这样的对待共产党的政权这样的一些阶级斗争，这个围观一起批判这个政府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必须要有个理智，要有个法治。同时呢，这个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对16年来我也不停地研究美国民主党和那个美国共和党。而对我对民主党的研究，也很看重。民主党很像那个中国共产党，像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很多东西是像的，人权这个政治自由用在那些那儿这个联邦这些都是很像共产党的，但是呢。共和党呢，它强调法治，它强调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它是强调一个对权力的监督，
另外呢强调对这个商业啊，另外强调对这个小政府那个大事业，这个我经过我这个等实践证明，政我们这个大陆的政府是大政府，美国现在政府，民主党的政府也是大政府，啊，这个空转，空心化以后，这个问题呢，我昨天那个总结的一开始总结的。败政八条，有八条败政，这种衰败的症状就是有八个。这个拜登这个执政三年半这个期间有八个败，就是衰败的症状。所以呢，这种这败的症状，这个。我感觉是一个是发展的一个必然性，也有它这个在这个时代这种新兴主义的陷阱，这个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拜登呢有点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对这个问题的僵化，对中美关系认识的僵化，就把这个对这个把直到今天吧，对待这个还没有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对未来这个重要性，和对美国的建设对美国的将来的社会建设、实体经济改造的重要性。中国呢，也在搞这反制，反正呢，在反制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中国的这个习近平那个采取的这个反制的力度啊，还是有这个不像俄罗斯那种，还是很控制的啊，还是有。也很困难，但是我担忧的就是中国在两个地方上，在台湾问题上认识的不到位，对马克思的这个主义这个批判这个认识的话不到位，就是说没有这个实践啊，也没有这样的胸怀，也没有这样的格局。虽然有一个解放全人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概念，但是原上还是从共产主义这个消灭社会主义这个两个阵营这个来对抗的，就强调自己意识存在的不同。其实我觉得呢，经过我现在的这个特别是晚年这个总结，这个共和党、民主党还有这个共产党这个共和的思想啊，走向共和的思想，比共产主义的思想还要重要。就是说，这个法治的概念，也就是说，法治的概念，比共产说那个斗争啊，就是你看，拜登就强调斗争，那个制约、封锁、法治啊，然后使得中美关系达到冰点，就现在达到冰点。但我觉得共和这个民主和共和这个概念比共产主义的概念要重要的多。共和就是一个是和谐社会，一个是创新立新，就在和谐在那个基础上嘛，在权力政府的权力基础上也产生监督，制约这个我特别是那个这回这个独立日，我对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这个理解呢和伟大就更，还有我们那个这个古时我们满清的时候那个巡抚叫徐敬宇，
那个提的那个词真是有点超前，你几十年来之后对这个对这个谁的个评价，对这个对这个我乔治沃森的那个评价非常的高。我觉得呢，美国人对乔治华盛顿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我现在呢，我今天讲的今天这个报告是讲两个部分，一个是啊实践出真知。那么我做了哪些事情呢 ？Ask me， 那 What are you doing for our American 啊 ，or China？ 就是我为中国那个改革开放做了哪些事情啊？我这个是中国做的事情，今天不是主要。今天我是啊，我主要是对美国做了哪些事情？我在啊跟美国过，先说，我第一部分呢是前半部分呢，前十年啊，主要是和这个主要是和谁打交道？主要是米歇尔奥巴马打交道。啊，你前两年这个在这个。小有一小段时间是和小布什啊这个总统在打交道，后来有一个接壤的过程，这十年当中有一个接壤过程，到后来现在那个巴拿川普啊跟他也打交道。总而言之，我是因为来了之后呢，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情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因为什么？这里要有个原因的，因为我们家三代人啊，都和美国有渊源，不解的渊源。我爷爷呢，就在那个庚子赔款呢，就在那个八国联军那个时代呢，就出生的嘛。然后呢，就到了那个天津的正昌粮行学块地。所以呢，他也成为一个买办，啊，就这个买办就是做这个，在美国公司里面做会计，啊，后来到了当那个主管，然后呢，这个呢，他呢就希望我父亲呢能够接这个，啊，子承父业，啊，也是学这个财经，拿我们今天来说。金融都是赚大钱，对不对？啊，我爷爷对我父亲那是一片苦口婆心，可我父亲有个逆反心理，那个就不愿意做王国奴，17岁嘛，就离家出走了。这个现在想起来，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个亲情啊，爷爷对这个父亲呢来讲，也是希望他成为一个能够。你指出一条好路，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到我父亲呢，在天津正昌银行内，盛昌银行，盛昌就谨慎的盛，啊，武昌的昌，啊，那盛昌银行，啊，就是这个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个银行，就是商务公司，就像现在呢有跨国公司一样，嗯。什么人帮你都做的，所以我父亲的外语就比较好。当然我是后来是我的学外语就很遗憾，我的外语就不好，我的外语是英语，我的英语是到大学里才学，我在中学阶段是学的俄语，啊，我中间不是唱了一段歌，那个维基琴的音。这个不说，不在户外上搞。这个我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当时学校里没有我们班，就其他两个班是学英语。如果要中学就学英语的话，我恐怕在现在来讲呢，我对这个英文的阅读资料也可以阅读多一些。我现在只能用翻译软件来看一些东西。啊，说老实话，我的。对美国的文化呀，都是用的有一个拐棍儿，我就先这个一退休了就用这个翻译软件，就这个拐棍儿。
那么我写的也主要是写的中文，我那个英语来讲是走路上的习的啊，这个，所以我是不可能出头露面的，在美国也是不愿意，不可能出头露面的，因为就我这个外语水平，就我这个老态龙钟这个长相，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个长相，我在我们这个老年活动中心呢。这个十几年吧，十六七年，啊，都还算是，当时从一个，还算一个这个血气方刚吧，在这老年人的人员当中还算血气方刚，这个比较朝气蓬勃的一个老头，后来慢慢走到今天呢，这个步履难搀了，就是因为我的膝盖退行性变化。我们心脏呢又插了两个支架，所以呢，我呢就是有些有自知之明，我也不要太张狂，对吧？但是我把我自己很多呢，这个愚公移山啊，大器晚成，就是有很多我经历了，我就把我自己经历了，都搞出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对民主党、对共和党，我没有去站队？因为我是一个退休的，来美国的退休的，应该说呢，按照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的，你好好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OK 了，对吧？你何必去管那么多事情？每一个事情跟你有一毛关系、五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大陆你爱怎么搞怎么搞吧，反正你吃亏也好，官司也好，但是我有个责任感。第一个责任感来源于哪里？第一个责任感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出身，台湾这个出身的问题，对台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因为我这个出身问题，我这。不团住不了，申请了三年三次批准我入团，都叫总支给打出来，因为那个时候那叫四清运动，那四清运动的时候呢，我父亲就开始审查我父亲，所以那个时候从北洋公安局啊，从我们学校都开始一种学生化哈分分类。现在出生呢，按照阶级这么来给那个分门排列类，我就属于那种啊，真是属于边缘化的一个人。说地府法呢，说不清道不白，这个台湾出生的是不清不白，所以呢，就是怀疑呢，把我也当成一种就是不可靠的一种。所以呢，就是入团呢，1965年，我1965年就，高三的时候，才入团。高三的时候我就，然后我就入党，就写的，1965年我就写的入党申请书。因为我知道政治上我当时学生嘛，他不可能。后来我就变成了评价工程知青，然后又当了产业工人。这个时候改变身份，但是我在学校里的改变身份了，那是入团，这是一个政治上向组织靠的一个心态，对吧？因为想什么呢？我心想，对吧？我出身不好，出身就不可能选择，对吧？我总是道路可以选择吧？你阶级路线那个时候就说有阶级论，不为成分论。重在表现嘛，我就重在表现，总有一条路可以表现嘛。其实呢，你再表现好，人家还是那个，你的印象，你这个出身，你再表现好，那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我现在反过来看这个中国人的政治形态就是这样的。实际上
都给你第一个印象就看你，原来看是你什么出身呢？你这个家里背景是什么呀？就如果找对象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找对象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当然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你男男女女，你情我爱，这个是呢，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就知道，这个家庭出身很重要。所以我父亲后来跟我想着坑了，在社会上坑的猫，我就一直都没有感觉到这个，我姑姑也在北京给我介绍干了几年。包括姚玉林的原来在陕西啊干什么都很熟，所以想把我介绍给这些干部子弟，官二代，我辛苦你了。我跟着他们这些官二代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啊，不知道怎么就这个，你懂得这个上门女婿吧？那都憋屈啊，我在政治上也更不敢说话。而我在后来呢，我父亲呢给我介绍一个，就是我同学的，我北洋中学的这个上海同学的那个山东人，然后的妹妹，我去四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说话声音很细，就是说声音很细，也给我很。结果后来一谈，我父亲一拍板就要成了，就父母这个人也没错，没有没错，就是直接我父母，我母亲还说让我再考虑考虑，我父亲就没有考虑的，就我父亲就一个月就拿了结婚证，他那个我的太太呢，原来也到成都去打球，他那个。初三的时候，我是高三的时候，这样的，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生，我最大的这个力量来源于这个太太，他是一个很平常、很贤惠的一个人，那么，跟着我去了很多，对不起，他也得了，但是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经过了生离死别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这混在夫妻啊，就是在这种很多这个苦难、挫折、商业的失败、投资的失败、这个骗局，这个。倾家荡产，哎呀，我都觉得是简直太那什么了。没有，我太太就说算了，失就失去几十万，那几十万来讲，那是多困难的一个事情，是吧？对吗？就这样。这些事情从头再来，不干了，我们是洗手金盆洗手不干了，所以说后来
我感觉这个东西克服了这些困难，我都没办法招呼之气不下，所以我觉得到了美国退休以后呢，而现在女儿呢又很这个找了一个好老公吧，也算很幸运一个香港人，香港的要父亲是香港人，他的老这位女婿的老父亲是香港人，也是在摩根大楼一个公共是做广东的，广东的什么地方呢，那么也很好，我觉得这个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啊，这个我这个岳父啊，是一个原来是在山东一个印钞票的一个厂子里面做电工的，结果就因为他们不满那个小日本那个嘛，小日本那个虐待就起了反抗，后来就骂了什么还是打了那个日本人，然后就人家要杀他要抓他，他就跑到上海去了，所以我这个岳父也是很仗义的一个山东人，那么我这岳父对我很好，恩重如山嘛。人家后来说，他走的比较早，因为他抽烟。那么我到了美，我呢为什么对美国有点那个什么印象呢？我父亲我不说了，我父亲后来因为他对罗斯福就比较崇拜。我呢自己呢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到了那个石油仪器总厂，我就那个学的是计算机，那个我就用那个计算机，计算站里面用计算机，那个 computerization， 就 computerization 就是视频功能，就是用计算机来设计线路板。也就是说现在芯片的过程就是把那个电路啊，就集成电路啊，用印刷线路板给打出来。我们引进了这么一条生产线，那个因为我们石油仪器厂要用一个机电仪啊，要用机电仪的车，要用自己设计的那么就要配备这个，要配备这个生产线路板。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石油系统有钱啊，所以我们呢那个是最早引进 IT 这个流水线印刷线的流水线，所以我也有幸就成为第一代的 IT 工程师。这也是那个我为什么是时间很短去北京去提货，到北京机场去提货，就派我一个人大学毕业生，当时1982年派我一个人到北京去接货压货回来，大家都羡慕。第一个是那个是工厂里这么信任我，第二个是我完成的这么好，就是因为这新大量就是所以呢，而且我的工作表现也非常积极也废寝忘食的最早呢就是把这个工厂把这个技术啊，就像那个自己就像大学上那个数学课一样，就非得把它弄吃下来，把这个过关了，所以一个交代我一个任务，我非常认真地去完成。后来我在农村在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我就抢干活都是抢着干活的所以呢为什么大那个我是工厂里总是红旗手，就是因为我对工作有个这样，就是工作就是我的饭碗，就是我立身之本，就要好好干。我没有想当什么红旗手，当什么标兵，但是我有一个责任感。当然我还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为我是台湾出生的嘛，我应该为这个台湾这个
国家统一啊，解放台湾应该尽点责任。正是因为我从小就抱着这么一个理想，抱着这么一个责任感，一个义务，所以才能对我的生命里才比较有动力啊，有责任感。学习啊什么都有意义，自强不息这个动力啊。所以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说我15岁的时候在德阳中学的时候做了一道题，就那个时候就有了思辨能力，就反正法，就是那个莫斯科大学的一道那个平面几何题，高考题当中这样平面几何要用反正法思辨的方法来证明，就证明个三角等腰三角形啊，两条角平分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这要用反正法。假如它不是三角等腰三角形，那么就有一边要大于一边，或者是另外一边大于另外一边，这个都不存在了，那么它就是零，只能是它只有三种可能，把长的两个都排除了，那个这叫排除法。但是你从结论上出发，所以我15岁就掌握了这个思辨的一个能力和怀疑的能力，所以我一直对问题都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思维嘛，我就站在对方的逆向思维的逆向思维来考虑这个社会的问题。你领导这么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样的，我就会产生疑问，对吧？所以说那个什么呢？在工厂里呢，8年的学徒呢，我们是电机修理工、电气修理工，所有的电器当时的那个引进的设备都是要那些是要引的电器，那有一些工业。三相电有不连级数的问题，对吧？这个交流电的合成啊，旋转磁场啊，还有那个高压开关的变压器的原理啊，还有那个溶质，还有这个化学反应啊，这些都是数理化。现在数理化呢，我在高中这个阶段。数理化 Excel 学习非常好啊，所以我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数理化方面，我们班来讲的至少前三名吧，应该来说我的花的时间最少，但是我的成绩以我理解能力啊，我这个物理课的时候我就说。我在物理课就提出过原子可分类，后来这个数学课呢，我就更是佼佼者了。数学老师们在高中阶段就非常优秀，物理也很棒，化学也一些公式、元素周期表背的滚瓜烂熟，就是语文差一点，因为语文表达能力上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非常优秀，但是我的语文是在那个物理的语文课呢，做数学题，老师给抓住了，然后就我就开始有这么一点逆反心理，有点反感，那个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16、17岁，有这么逆反心理就产生了，后来我真后悔，真对不起老师，所以我。我来跟你说，我经常向老师们可以道歉，但是那个现在呢，同学们已经过去了。这些历史啊，我的同学对我来讲，我非常就像自己家人一样，都非常了解。因为我在我们学校，我们年级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呢，但是又出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地方风流倜傥，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其他人理解我不够资格呀，我没有资格去搞些其他的弯弯绕啊，去想，因为我只有学习这一条路啊，还有一个政治表现，就是要求上进啊，就是嘛，要不然我怎么能够是65年写入党申请书呢？那个多靠近组织啊，多积极啊，那不是假的呀。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使命，因为我出身不好，那么农村呢，就不要说了，农村非常的那个，两个农村，一个四川的农村，一个是陕西农村，都是非常优秀，然后呢，然后农村就保送我。进工厂，然后我到了这个工厂里面，所以呢，就1972年走上舞台讲台，技术课的讲台。为什么我能给毛泽东写信呢？提出解放阶级路线、解放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解放前方呢，还有这个，应该是5个解放，解放生产阶级路线，解放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解放科学技术，解放台湾，我就当时写了万言书，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看爱看那个叫做《史记》，《史记》那个写的那些古书的小说那些。那些小说有时候挺有意思的，把那些，然后呢，就对这个历史啊有点兴趣，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力太差了，阅读能力太差了，看古文那个看不懂，比如说大家有时候看一看没事嘛，我觉得挺有意思，历史挺有意思，然后这个，到共产呢。那工农兵学院来了，我保证这些同事和厂长来了，我给他们帮他们复习，帮他们那个讲。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工农兵条件，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是，白砖道路，我就自己就自知之明，我从来没去想到工农兵学院能让我，结果好了，我就。带着这个心情才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给毛泽东写这封信才要求解放这个事呢，要解放我自己啊，我自己代表着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啊，还代表工厂的工人啊，代表这个农民啊，要想把这个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呢，当然他高瞻远瞩，他把邓小平也叫过来，帮助那个周恩来来搞经济。当然，我这个一个，我再怎么写的再怎么逻辑强，他也不可能用我。不像美国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人才又敢用人才。你这么一个毛小伙子，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他怎么敢用我呢？而且我也不是用我的目的，也不是用来参与个什么搞成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搞成生产啊，就出风等等的，我就是为了能够入党，能够你在政治上呢不要歧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就给毛泽东写的，你顺便融入了对生产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结果毛泽东就发动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发动了批评病毒运动。我想呢，这批评病毒运动虽然和林彪这个事件有关系，也跟我有关系，就是因为要解林彪那个叫把那个就叫林彪林彪这个种就跟王沪宁一样。就是搞的，伟大就歌功颂德，就是拍马屁那一套，然后呢，
我搞的就希望呢，能够有解放生产力，对吧？那么那个谁呢？那个毛泽东呢，就希望呢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就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就用这种毛泽东那个站在哲学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就从社会的面来考虑这个。但是相反，这四人帮就把这个菲律宾运动就又变成了回潮了，就变成了批判周恩来，又拉拢邓小平，这个上层的政治斗争，我当时就认为江青在这里信心说了，所以呢，几个月以后呢，菲律宾运动几个月以后，中央文革的那个小组呢，就到我们厂里来，追查我为什么给毛泽东写信，给毛主席写信，我写的不是一封啊，我随时汇报这个工厂里的这个生产情况的，那么所以就像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了，朝思暮想，我就想呢，把那个生产的情况跟这个中央汇报一下，我们要这个要抓革命，要目的是要促生产，就是这么样引导。结果四人帮一下来，我一下傻了眼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满腔热情，实际上上面认为你是凭什么目的？你凭什么你给中央写信？你有什么野心呢？然后就把我工厂里就开，就我们那个党支部当然知道我是要求进步啊，然后就开了一个厂长委会，然后就做出一个决定，让我呢，这叫什么呢？意气风发啊，就叫什么呢？就叫毕竟就叫什么？然后就把我弄到四川去了，就回四川去，让我父亲来接我，把我父亲请到宝鸡来，接我回去。那时候在就想着办法，说我生病了，说那神经分裂，然后那个神经病院问我能指挥多少军队。就是问这些七七八八的问题，我说我不能指挥军队，我也没那个野心，我这当工人就当不好，我当那指挥军队干什么？我回答的很冷静，结果他说我需要多休息，给我吃点安眠药，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另外那个。我为什么说实践这些都是实践？在新工联的时候，我新工联一开始来就新工联的班长，然后我在那里的那个勤工俭学劳动，我干学校里我就身先士卒站在那个船砖头的第一底下，就把我三层砖把我打成脑震荡。这些都是实践，就是在实践当中，我是努力实践的排头兵，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所以我看不起那个王沪宁的，你没有实践，就像那个孟晚舟说的，这实践才是你的天花板，你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实践，就你。你在三大运动当中的表现重在表现，你没有表现，你凭着你就凭着你的关系或者凭着你的心眼儿，你呢就到了中央去，就那么吹捧吹来吹去，然后中央就把你看中了，对吧？习近平也好，那个江泽民也好，对吧？这因为用到你这一点，你这个叫空头的理论家。空头的这个敏感的，这个，所以呢，这叫
叫做本本主义也好，叫做什么呀，这个习近平还在谈那个叫理论化、系统化、体系化，这个实际上就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我觉得这个话都是误打误国误民，因为老百姓就是大白话，什么简单越简单越好，对吧？你讲道理就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道理很简单，对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要你不要去欺负，害怕挑就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资本家，对不对？你搞敢于挑战政府，敢于这个什么，这个这一点我觉得有这个精神，就是有个平等的精神，人都是平等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呢，我对这个共产主义啊，共产党的宣言这个精神呢，有一半接受，一半不接受。你过分的，你我觉得你把消灭私有制你过分了，你保留一定的是，你应该的什么适合生物发展生产力就发展生产，就保留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促进生产力的一个方法，你不能把这个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那个民主资本主义绝对的对立起来，就像不能把地主和农民这个绝对的对立化、绝对化。你对立一下呢，这个人都是平等，这只要是遵纪守法，这个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就是人，人都是他有一个生的权利，有个参与政治。为什么很多那个搞革命的人啊，他出身往往都是一个出身条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些家里，因为只有他的小康人家才和中产阶级，他才有这个觉悟上学，才有这个觉悟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呢，我对这个。绝对化，特别是那个什么，你把一个人一谈就把一个极端化，包括现在那个美国对这个中国一下一谈中国人啊，就把一些就觉得那个是这个特务啊，这个汉奸啊，不是一个特务啊，就是反美啊，这个就中国一谈的美国人就是。一谈的中国人就是卖国贼啊，还有汉奸啊，这个就是极端化，啊，这个他们就经常。然后呢，所以我呢，一般就不参与这方面的辩论，也不为美国说好话，也不为我自己知道。美国不像你说的那么，美国反美国，确实的，共产党也反共产党，对吧？中国也反中国，那么都存在的问题，所以人是不可靠，人是可以变化的，就是毛泽东也反毛泽东，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要学懂一个辩证法。没有辩证法，你就懂这个事情。对，你看那个，王沪宁反王沪宁。王沪宁十五大的时候就说，只有邓小平。董建华还给我一个收信转付克林顿的回函。第二个，紧接着给江泽民的提出三个代表来，也是他提的。你既然只有邓小平了，你三个代表又怎么出来了？就是为了充分人质，这叫自洽。你同样一个人，今天讲的是只有邓小平，这是就只有邓小平了，没有别的。但到了江泽民说，又给江泽民封神，又给江泽民封了个什么？封了一个三个代表的神。然后到了胡锦涛，又给胡锦涛封了个神，又给习近平，然后习近平看他封神拍马屁拍得好，对吧？
有道理有根据，然后又把又给又传那个习近平的啊那个新思想啊，这个两个绝对要一干什么，这一下子就我就把这个人呢、啊、就看扁了，到哪儿都是为输为上，就叫为输为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工作只有这一句话一个道理啊，你一个人只信奉一个人，迷信一个人，这个党叫亡党亡国。就邓小平说的话，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党就不吸取这样的教训，不吸取这样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从林彪开始就是搞这个，康生，然后四人帮都搞这个，为输为上。都是自己的党，从蒋介石、杨世凯，所以这个中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啊，我倒是觉得这个很多，啊，就包括基层的党员，一这个权力之后，一有了权力就变成了，就像那个华盛顿说的，这个现在这个，那个话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伴随着战争努力，我们越来越明白对人类文明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利，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这个有这样的认识，那个George Washington 这个看到这一点，确实的，他可以有这个权利，充分的让这个权利使自己的权力无限化、无限大，但他退出了。我正是因为这样的，啊，看到华盛顿，而我住在这个楼的名称就叫华盛顿门的灯塔，波神通尼亚塔瓦，啊，就是华盛顿人，波神通尼亚塔瓦。那么华盛顿对我的影响也。这思想影响就是这些华盛顿的精神。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有这样的精神，有把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精神，把自己也关在笼子里的这个精神，那才能够这个才叫共产党。那么我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把权拜登的权力关在笼子里。我现在呢，就提出这么多来，主要是为了我在美国做的哪些事情。我一开始来，2007年就给小布什写的东西，就希望通过这个树立一个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 ，New American Image， 就新美国形象，不要把。城市现代化一点，也是建设城市的基础建设。因为我是搞管理的，我是搞微观经济的，我有比较，因为我有比较，我有这个比较的经验，改革开放的经验嘛。我把中国的经验、我们的实践，也和美国的实力比较，很明显，美国这个现在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就是不停滞不前。停滞不前的，对于一个我们搞管理来讲，就是一个问题，对吧？你因为一个政府就应该它使得生产力要不断的解放生产力，这一点我们是不确定，这个你也是不确定，你解放了政府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用你这个政府看得见的手，使这个
资本的流通，要把这流通赚起来。啊，美国这一点倒不好，美国的资本是赚起来，它是搞金融，用金融搞虚拟经济赚起来，但是80%的，我认为现在当然也不是很精确，我这么看了钱，美国的钱没有花在城市建设，没有花在那个城市建设，没有花，就没有花在国内，而主要是花在外交，花在军事上，这是很靠前的。所以说，那么强大一个国家，啊，这个不务正业，手伸的太长，用我们陕西话来讲呢，狗懒扒驴屎。这堆把人那堆跑了，就把世界都当成世界，自己一个人就想当个警察。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呢，很劳命伤财嘛，也不赏识嘛，啊，哪有这样的？像美国这个，我觉得这个国际主义责任倒是很多，但是霸权也错了，这个权力不可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出来，然后就是霸道，就美国优先，美国呢这个霸道就不讲理了，因为有了权力的事就不讲理，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他有了权力的事他不讲理。我呢，为什么现在，然后我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奥巴马和米歇尔这个期间呢，我把我的一些很多经验，对一些社会的分析，都直接了当给奥巴马，他们提出来，所以我才能落到一个总统的公民，啊，这么一个身份，奥巴马就认为我这个。提的建议都很好，而且我也这么做了。那米歇尔给我提出一个什么意见呢？希望我能融入这个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发扬的。我不只是新美国人吗？啊，从新美国城市嘛，发挥这个作用，是吧？对总统的公民嘛。那么我做了，我把我这个所做的事情，我怎么样在这个社区里头做了哪些？一个是我自身学英语，啊，在上的英语课，还有上的摄影课，我跑到这样蒙哥那个 college 里面那个大学里面，跑到那个西林泉那里，然后去上这个摄影课，然后又。我想用学他们一点技术啊，为大家服务，然后呢，又在上英语课，又在上，智力的老年活动兴趣班，然后我又得提出一些啊，像这个对大家提出一些建议来，在公共汽车上不要高声说话呀。还有是说我们在大小这个公厕所里大小便，要注意卫生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三，我提出了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代表国人，代表中国人这种形象，而中国人呢不拘小节，往往有些呢，就像。在天安门广场拉大便，这些地方呢，足不自主，好像是没人看不见自己的背后来。用完的东西要放在原处啊，还有这个，有些人当时呢买了一份饭，还要买几份饭带回去，这个东西沾小便宜的是无处不在。所以中国人这个劣根性啊，表现淋漓尽致，为了。提高我们的素质，我们应该学习这个文明社会，我们在某些方面要克制自己的那种占小便宜那种心态。另外呢，适应这个生活，什么礼貌啊，你
你要那个，你别人说话你不要插嘴啊，不要去关心别人的，那个问人家那挣多少工资啊，不要去就是旁边没有事的不要去到人家里去打扰人家的私生活呀，不要到别人的院子里去，这些是我们都把这些生活的知识啊，美国的一些常识啊，都告诉新来的啊，这个从大陆来的新的新移民、新的那些退休的人员啊，上因为我们是活动那个华人活动中心嘛，我们讲的华人活动中心，这是我们活动我们会的这个目标。我那些讲座的都题目我都留着的，那些题目，这些讲课的这草稿、提纲，我给奥巴马的写的信都五星留的草稿的都留着。留着为什么呢？我包括给克林顿，最早给克林顿，到北京来访问，那个时候我给先给把这封信呢，就给克林顿的信，先寄给董建华，董建华在香港时候就转给他，董建华还给我那个复信，我已经转给克林顿了。克林顿那个讲话在北京大学那个讲话，我觉得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之前看过我的那些文章，其实我的文章，他一些说的话，就像我想说的话一样。克林顿是个很历史的，我觉得能够和克林顿高风亮节那个接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欣慰的一个事。不是我成就别人，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很快乐。我能给别人提醒，因为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的排头兵，所以我能分享跟科林顿来分享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感觉到自己成就是因为很兴奋，就像一个汇报一样，给科林顿汇报的工作一样，汇报我们的经历。